宝宝们，我们又来了。这种感情特别特别复杂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苦和特别复杂的痛。哎，我的天呀！我觉得要有输不起的精神，听我的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就都放弃了。就明明做的，反正可能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好，然后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，说哎，反正我也没想拿第一，我也没想拿第三，于是乎就好像名正言顺。不行，人生不要那么简单，要奋斗，要靠自己，尤其是女生，我的天，我们要靠自己，我们要靠自己，来 ，Let's go， 开始。